如果 EPF 第三户口它是随时都可以领钱出来用的，那它会不会跟银行一样呢？给那些随时都可以提款的流动户口的内心是并不好的敌人。林慧英回答， EPF 的做法是不对，打工仔的 EPF 户口重组成三个户口之后不会影响到原本的损失，每年给多少的利息已经不是个别户口里面多少钱，而是每年三个户口之后总共有多少钱来计算。换句话说，从头